请进。向老师。Hello， 邵云老师，好久不见，我们需要一个拥抱。哎呀，我得垫。太久不见了，我们录完节目暂时见过了。是吧？就真的没见过了。算时间的话，有一年多了。一年多了，现在已经3月份了。我们去年1月份结束的。对，一年多了。我要来代替广大的粉丝们问一下，邵老师的新歌有没有什么消息？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？你知道我上一次写一首歌写了3个月。就是很需要时间吗？因为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在公司做内务，做老板嘛，我知道。就是上班下班。去年年底开始就基本上是早十晚十这样，天天都是干活上班那种，所以写歌就很慢，没什么时间管自己的事儿。就说一下以前的歌吧，因为我说一下以前的歌，啊，听上去好悲催。我其实参加生日星之前，我就听你的歌。我说真的，我看了很多采访，很多采访。啊，是吗？真的。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在学校电台里面，我听到了什么？我听到了一首粤语歌，然后呢，我听了听，我说这个声音好熟，像邵云姐的。但是呢，这她唱什么？她唱是粤语。我说她会粤语啊？我不会。然后去搜了一下阿修罗。阿修罗那歌，对。生过死过，打过我的一仗，经历失心病，使我更加闪亮。搜了一下，我说，哎，唱很标准。你是广东人吗？我在广东啊，我在深圳啊。啊，我是学的，很厉害，我完全学的，特别厉害。我问了我身边那些广东那些特别到本地的那些学生，他们说这是哪个香港的歌手唱的吗？啊，真的啊！哎呀，我说这是邵云杰唱的。哎呀，我听了心里好高兴，我还一直以为我那发声很不标准呢。没有，很标准了，算，真的很标准了，比有一些在深圳的本地的人还说的还标准。还要有什么方法吗？我没有方法，就直接学。我当然找了一个标拼音。我找了一个就是香港老师去给我监唱，香港老师监唱，但是呢，就是我还是得使劲去学，很多还是不太 get 到他那个点。对，因为很多得在环境里面去，但是很多的一些小小的那些感觉，就是本地人的感觉。哦，真的吗？哎呀，说的我好高兴啊！虽然这首歌过去已经好多年了，但就11年的嘛，对吧？11年的歌，啊，特别好。特别好、然后11年的歌终于现在有年轻人得到认可了。哎呀，对哎呀，我两行泪。然后就是我记得参加节目的时候嘛，就是那个时候老师也跟我说过，就是建议我学门乐器嘛。然后我记得很清楚，我现在也在努力去学钢琴，因为我之前其实学过一段时间，后面放弃了。哎，那你听力的这个会影响你学乐器吗？学乐器不影响，学乐器有什么影响的？学乐器可以帮助我，对对，还可以帮助耳朵呢。对对，当然了。所以你的建议是很有用的。我学乐器主要是为了音准。对，就是音准，就是音准。对 对, 对，而且确实很有帮助，我觉得。你学了哪个键盘？对啊，我以前高中其实学过一段时间，后来也是，哎，因为艺考学的，所以后来也是放弃了，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得。要拿起来吧，我觉得对自己也好。我还想说，你要弹吉他应该挺帅的。我家有把吉他，但我不会。是吗？我买一把速成的一本书，但我觉得根本不能速成。哦，但我觉得你要是弹，其实键盘更难，吉他更容易上手。我是觉得你的形象，你要是弹一个吉他，估计下边尖叫一片，真的，帅倒一片啊！好，那我马上改，我马上改。哎，这画面改，哎呀，好能想象的。也想。哦，你还带了小本啊？我还以为你跟我闲聊呢，嗨，因为我刚刚跟贾玲老师聊的时候，我其实没那么紧张，因为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太久没见了，或者是哎有感触吧，就是必须要拿个东西，不然我好紧张。你可以把姿势放松一点，你可以这样，你可以摊一点。真的，就是老师觉得我这一年下来，觉得我有什么改变吗？就不管是性格或者是各种方面。有什么改变吗？你觉得跟一年前第一次见到我，我觉得你话多了呀。以前在节目里面，你绝对不是话多那个。对，不是话多的，我比较慢热。对，镜头又少。对 对, 对，长得那么帅，镜头那么少，我都觉得怎么会呢？原来就是话少啊。
一般长得帅不都应该镜头多吗？哎呀，然后你知道吗？到了节目快播到中后期的时候，我还跟人说那个男孩去哪儿了。哎，后面好像有一点，对，到了后面的时候，后面有一点，因为等到那个重唱人多了以后，嗯，啊，每个人的真秀啊什么部分都多了，我还想这么帅一个男生去哪儿了？这性格也太那个了。对，然后现在就是我也在努力的去唱歌嘛，去唱歌，然后或者是音乐剧啊，我也演了一些音乐剧，或者是有合适的机会要去影视，或者是我觉得你可以转影视，对，真的可以转影视。对，我觉得就是老师作为前辈，有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建议，或者是说你有经纪公司吗？我有经纪公司啊。那好吧，这个话题结束了。怎么来这个节目没有，这个话题结束了。哦，这样的。哦，对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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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可能还上点表演课吧。第一个就是因为唱歌，我们平时说话跟台词那个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。其实台词很重要。对，台词很重要。台词真的得练。台词是表演的100%，很多很多，真的。对，台词真的很重要。我觉得你可以好好去练练台词。OK。因为你的这个形象，我觉得做演员完全没问题。谢谢老师。好了。